他们只是想要得到你，但是他们并不爱你。只要你愿意，我就放了你。不要！你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骗子。我只要我的儿子。加兰，老实点！全泰国的人都会看到你一丝不挂的样子。住下！你是知道的。不疯魔不成活，我看得出来你想做第一流的演员。真的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内心非常成熟，然后演技也成熟的女演员的状态。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坐在这儿看呢，困，起起落落，起起落落几番，没看出什么新鲜的来。我的天，无语，无语，我觉得好的不得了。所有看过片子里面演员的表现，平均分是最高的。我同意陈如老师的意见。这么长时间的片段一条下来，拼命的挑是有点吹毛求疵了。现在好像开始变成导演请就位了啊。